接上一集啊，那帮把我气笑的那帮北北，不光问我要 Procreate 的安装包，还得要 Windows 版的，然后还要监督我学英文，都这么牛上天了啊！那你倒是整明白一下黑色跟白色的区别呀。黑色的 Procreate 用于 iPad， 68块，一次付费，永久有效。别问能不能分期，我有钱，全款。白色的 Procreate Pocket 就是它的精简版本，用于手机的啊，30块钱，写的清清楚楚，用于 iPhone 的绘画跟素描。别问我买哪个啊，手机这么点儿，还没我脸大，你让我用它来画画？最后那个操心我散装英语的专业老师，我给请上来了。但说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会念成一个音节，注意它有两个 create， 加上 pro 以后呢，重音放在 pro 上面念。Procreate 这个软件你可以念 Pocket 也可以念 Pocket. British accent, people might say Procreate Pocket, and also in American English we say Procreate Pocket. Got it? Got it. Procreate 没错了没错了没错了啊，嗯 nice。